你好，我的名字是 Maria Fernanda 刘星，我是墨西哥人，我已经学习汉语2年了，我之所以决定学习中文，是因为我爸爸告诉我，这对我将来会有帮助。我也不想学习像法语或意大利语，这样每个人都算自然语言。我还想看没有字母的中文两手语，虽然对我来说这主要是一个专业的选择，但现在我认为不止如此，我想继续学习这门语言。多亏了我的老师，我发现这是一门美丽的语言，学习起来并不难。想到我的团队将成为第一代普通话带，真是不可思议，语言和文化改变了我。我旅游、中国、游玩的一切都更感兴趣。每次看到汉字，我总是想知道它们的意思。我也发现我的语言并没有那么差，我的中文名是在中国度过一个新的一年，因为看到他们离开一年进入另一年的意识非常有趣。因为他们的诗词有西方非常不同，我想亲身体验那些如此里所做的一切。我也想参加一个茶道，看看茶道是如何修行的。对他们来说，就都特别。我也想去交换一下学习。谢谢你的关注，再见。